美国其中选举，执政党民主党众议院有可能输去，明仔有结果。参议院竞争激烈，要等到票总开算才知。风声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有暗中甲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高层联络，阻挡战争愈拍愈严重。美国警方抓到嫌犯，甲关伫车内，警察车拄好停伫铁机路，火车内是警方，竟然是醉饮酒，嫌犯受重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米，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美国的其中选举即阵是当日投票，即回选举予人形容讲是美国即几落十冬以来上界紧张的。美国即阵上界严重的通货膨胀的问题，和目前的执政党民主党选举的势面是无介好。根据美国的民调显示，民主党是真有可能会失去众议院上大党的地位。另外，参议院那边，民主党和共和党目前是分别掌控50席，倒一边的失较差，就会失去优势。选情的关键是有三个州，分别是内华达州、乔治亚州和宾州。内华达州是有30%拉丁裔人口，对现任的民主党拉丁裔议员马斯托来讲，本地是一个优势。不过，拉丁裔对提囡仔的观念是较保守，民主党主张拍提款。恐怕是让马斯托失去部分的选票。南部的乔治亚州，英国是较挖强活动，不过顶一届选举变天，2020年的总统大选嘛，去让民主党退去。即阵美国严重的经济问题，让当地民众是怀疑讲，敢是爱改登去支持共和党，何必拼连任的机关陷入苦战？上尾是宾州，宾州是每一届选举的重点战区，目前现任的参议员是共和党的。不过，这位老将是宣布退休。新兵费特曼甲对手共和党的奥兹民调是差无一趴，是即挂关键州当中民主党唯一有机会对在野党抢过来胜出。这回选举结果，上紧明仔就会当看出众议院的局面。不过，咱所讲到的竞争激烈的参议院，恐怕是要等到票拢总开了才会知。美国即摆其中选举将改选参议院100席中的35席，众议院整体425席，36位州长加真侪地方官员。目前两党伫国会差距真细，共和党只需要伫参议院加提一席，众议院加提5席，就会当处置两院多数。因为历年其中选举拢对执政党较不利，共和党被逼两院过半，和拜登总统摕个败卡可能性并不低。专家表示，拿空谈话为台湾时间初九早起8点起的第一波计票，共和党先伫维吉尼亚州甲北卡等激战州取胜，到台湾时间中昼左右，中西部选票也取得有够优势，真紧就会当判断共和党也变大。遐毋过，若讲伊伫开口生花十块的众议院激战区，拢也定现调调，将伊尾结果可能爱拖几啊天才会定论。这是因为每一个州对邮寄选票有不同的计票方式，加州、内华达州和华盛顿等几个州会以选举日邮错为最后收件日，部分选票可能晚几天才收到个统计。另外，今年提前投票比四年前更加踊跃，4200万人已经提前投票，包括福州、北卡等州。温准伫投票日进前，先将选票拆开，放伫投票机。加紧计票，宾州、威斯康星等其他州是爱伫投票日迄天才会当拆开，因为民主党人提前投票比例比共和党人较悬，所以先计算邮寄选票的州，开票初期将会出现民主党大大领先的幻想，或叫做拿些幻想。但投票日实际投日，共和党人较侪的选票也计算进去，才会回归现实。先计算初八迄天的选票，再计算邮寄选票的州，会出现共和党大大领先的红色幻想。那参议院属于什么人，可能要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才能知影。关键关键可能是宾州、亚利桑那州和乔治亚三个激战州。乔治亚州若讲无候选人摕到过半选票，也将伫12月7日举行第二轮选票，可能安尼牵动参议院控制权的上尾归属。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是一日拍就拍要几年，两国都开始有和平谈判，不过拢无结果。美国除了是有提供武器去给乌克兰，这阵是风声讲，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有一直在跟两国的外交国安高层联络，阻挡战争愈拍愈严重。乌克兰目前的立场是坚持爱普廷落台，伊才愿意谈判。苏利文是呼吁乌克兰态度爱放软，美国未需要求乌克兰爱跟俄罗斯谈判。
不过呼吁乌克兰要有愿意谈判的态度，代志才有法度继续吵落去。也若是俄罗斯这边是强调讲从来都唔捌放弃谈判。不过咱拢知影讲，大国甲小国咧谈判，上接出现的结果就是挂地换和平。目前反攻气势登王的乌克兰，应该是无遐尼简单同意。帕特鲁舍夫和乌夏科夫两个人拢长期参与俄罗斯国安和外交团队其中。乌夏科夫也担任过前年的驻美大使，加入美国之间重要的沟通窗口。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一月七日的报道头一摆公告，两国外交和国安高层继续进行沟通，主要的目的是避免乌克兰冲突正式扩大。I do believe that maintaining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is in.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also believe i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every country who is affected by this conflict. 也不过美国也强调，目前沟通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持接触，目的是要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另外，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也报道指出，北京目前无着急要求乌克兰随甲俄国进行谈判，也不过至少要显出愿意和谈的姿态。那乌克兰要求先将普京救落台的先决条件，美国也呼吁乌克兰放弃这项要求。另外，美国进行中的集中选举，共和党有国会议员主张，那讲提到将基金甚至两院的多数，将会削减乌克兰的援助，和欧盟分担更加多的资源、财力和武力。北京对此赶紧出面拍火，强调支持乌克兰是两党的共识。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 for Ukraine will be unflinching and unwavering. 共和党阵营会有积极的声音，主要是来自 CBS 等媒体报道指出，欧美运往乌克兰的武器只有三成会真正送到前线，其他七成拢不知去倒位。乌克兰也真侪摆拒绝美国指派 K3 官员查核支援资金的实际用途。也有在北韩技术支援大批武器弹药予俄罗斯这方面，美国认为卫星相片摄到的北韩往俄罗斯的列车，就是运输炮弹的武器，总数达到数百万粒。对此，俄罗斯和北韩拢否认。公司新闻旗下人辩友。二十国领导人峰会G20，后礼拜会伫咧印尼举办。这回峰会，大家上界关注的，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敢会去参加。又讲，俄罗斯、乌克兰跟美国的头人可能会伫咧这场会议见面。不过，普京顶个月是捌表示讲，无必要跟美国总统拜登谈判。主办国印尼的总统佐科威嘛表示讲，伊有强烈的感觉，普京是袂参加。正在列队进场接受教育，印尼军方礼拜一伫巴厘岛第一大城登巴萨举行小型军演，高规格应对后礼拜要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Jumlah pasukan total 18,030, tetapi ada di situ di dalamnya unsur Polri, unsur institusi lain, sehingga untuk TNI sendiri 14,300-an.G20第十五和十六举行，目前确定有十六个领导人会出席。面对各国领袖来访问，印尼派出海陆空三军严格戒备，要确保峰会期间安全无问题。对外界上关心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不是会出席，印尼军方也不知道。Minimal kita sudah komunikasi, termasuk dengan Secret Service-nya Rusia, kita sudah akomodasi segala yang dibutuhkan.Sehingga minimal dari kami, kami ini mendukung penuh. Sehingga keputusan kalau dari Pak Menko Marves tadi bilang, keputusan itu yang jelas bukan disebabkan oleh tidak kooperatifnya kami. Tapi kami sangat kooperatif, akomodatif, berusaha untuk menampung apa yang dibutuhkan.普京是不是出席真让人注意，因为明早伊出席G20，这就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了后，俄国总统头一遍甲美国以及北约这些新国家领导人做会伫同一个场合出现。美国讲会伫峰会里捍卫乌克兰，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前表明有普京都无意。印尼总统佐科威初次接受访问的时阵讲，伊有强烈的感觉普京未来参加。克里姆林宫是回应普京是不是出席G20，这礼拜都。答案。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政府指出，北海道甲东北地区染着新冠肺炎的人数增加，寒冷可能会出现第八波疫情。医疗系统已经提早做准备，呼吁民众要赶紧注意表。韩国朝鲜日报报道，
中国十月出口成长率是比去年同期降0.3%，是中国两年外以来头一届出口贸易下降，更是军兵的面子下了了。英国《Times》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按算增加退休金甲社会福利，这两年的财政预算会增加110亿英镑，代表要继续减少公部门的支出，加扣税，才有法度清出这条钱。刷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这回美国集中选举是这60年以来竞争上激烈、影响上大的选举。前总统 Trump 是利用助选活动直直发声，讲2024年要阁选总统。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根据美国的气候报告，美国气候变迁的速度是比全世界平均近6.8倍，海平面涨起来情况嘛是加真严重。这站是平均3礼拜就发生一届大天灾。来看美国一件真罕见的警察执勤的事件。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警方接到通报，讲有人夜枪威胁过路人。警方抓到人了后，把人押入去警察车内。这台警察车是拄好停伫个铁皮路顶端。上界下面部分已经来啊！警察是发现讲有火车要来，甲就做引走，把车甲嫌犯放伫个铁皮路顶端。这个嫌犯伫个车内去，互火车弄甲重伤。时阵检察官是以过失致死未遂罪起诉当时的警察。一台警车停伫铁路的边一个环境，对头前的女驾驶大声喊，叫伊卖反抗。这个20岁女嫌犯冈萨雷斯涉嫌一件堕落私家暴力案件，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警方接到通报，讲有驾驶在开车时阵，被冈萨雷斯压枪威胁，紧急出动追捕。警方在一位铁轨路附近抓到伊，扣手扣了后，关入警车后座。What's going on, ma'am? What's going on? I'll tell you in a second. Things are so confused. Can I get my cell? I will get your cell phone for you. Take a seat.各家拢无问题，问题是这台警车都停伫个铁轨路顶，警察才带甲犯人关入个车内，都听到火车声。我头一个看，一台货物车都快速驶过来，有民警大声喊紧走，离警车上近的这个真正歪头就走，都甲嫌犯留伫个车内。结果警车和列车高速冲撞，冈萨雷斯对警车弄入去附近的草坡来，不过伊真正命真轮，虽然狗肌变啊骨、手骨一家脚拢骨折，一个大大细细空脆，住院12天才出院，不过总算活下来。警察这种的做法引起真侪议论，检察官已经伫查缉，伊才有过失杀人未遂以及涉及罪这罪嫌起诉两个原警。公司新闻七万零编译。第27届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大会伫咧埃及举办，联合国的秘书长古提瑞斯开幕演说的时阵表示，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直直增加，若是唔做伙拍拼，就会摔落去地壳。另外，今年中1/3国土去予大水淹起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是表示，大水造成因国家300亿美金的损失，唔盲讲开发国家会当担起责任，甲开发中国家斗相共。We are on a highway to climate hell with our foot still on the accelerator. 这些年来一直发说要赶紧减碳的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在一在埃及举行的 COP27 开幕大会，又一次话是说了很重，呼吁各国的领袖和代表，现在我们已经是踏在生死门了。And our planet is fast approaching tipping points that will make climate chaos irreversible.极端气候带来环境的天灾，巴基斯坦在今年有1700多人因为做大水不幸死亡。总理夏利夫指出，几啊百万的百姓有路无处，就连上界基本的生活需求拢真难照顾，至少要开300亿美金才有法度复原。伊强调讲，损失甲损害赔偿的全款，对开发中的国家来讲是救命钱。The gap is much bigger, and it must be filled.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to not let helplessness become a death sentence in this race against time. 针对这点，出席 COP27 的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表示，已开发的国家对气候灾务的承诺应该照片照行。伊甲德国总理小朱隆认为讲。罗斯阿加乌克兰战争，和大家重视能源转型，涉及各项议题。They are a reason to act faster.Because diversifying our energy supplies by investing in renewables is precisely the way to ensure ourselves against the risks of energy dependency.
Der Umstieg auf erneuerbare Energien, das Einsparen fossiler Brennstoffe, darin liegt nicht nur ein Gebot vorausschauender Klima-, Wirtschafts- und Umweltpolitik, sondern auch ein sicherheitspolitischer Imperativ. 超过100个国家领袖参加COP27大会，不过美中两大世界拜托国的元首始终无出面，接受各国领袖和代表会针对公正转型、粮食安全和创新财务等等的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联合国气候大会目前伫埃及举办，当地一个名文人苏法塔是利用这个谢国际头人组织的机会，抗议埃及阿兵政权。就是开始就伫咧刚刚当中，唔食唔啉，谢国家就呼吁埃及的政府赶紧放人。而且埃及当地无民众甲法塔斗乌烟，是为政府说是阿姐示威者，已经有93个人被警方抓去。 因为受到已经和埃及当局规划200天的大惊法塔来批解讲，伊自初日开始，毋那是绝食，也袂阁再啉水。即天也是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7开始进行，上尾沙纳伫咧吹着到什么时刻，希望英国首相苏纳克，一个全世界各国领袖到上港救人。 I'm really scared. It's now been over 24 hours where he stopped water. I am hoping to see the President Sisi later today, and I will of course raise this issue. 法塔有埃及甲英国籍，2019年积极参加阿拉伯之春，2014年因为组织非法的示威活动，被判罪加5年。2019年，如果因为埃及政府展开新一波的政治骚动，又搁被抓拘禁。2021年则被提高审判，以散布假新闻判5年。法塔就开始伫咧尴尬内面绝食，连环纪录无好的埃及，那举办气候峰会，那骚动控制连锁，伫咧内个人站来调查，引起国际社会关心。 Stopped me having a black card and walking on the road, and they took my passport and for checking, kept there for hours and hours in the whole night. I was not informed me well what is the charge against me. رفضنا حتى الآن القبض على أكثر من 67 شخص. فكنا نتوقع أن أيضا بالتوازي مع تنظيم مصر واستضافتها لمؤتمر مناخ أن. في 2019年，国家气候联署伫咧主办国家气候活动，对气候议题提出意见，已经是正正常的代志。这一届埃及政府同意示威活动，也毋过只个来会当伫咧特定气候控制，并且还佫真侪限制。活动联署对因的诉求可能被压制，感觉正担心。埃及并无准公众抗议活动，2014年东山总统的赛事以违反做理由开始。 政府要伫咧即种国际场合表现出好的形象，就要自改善连环纪录开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2022世界杯卡球赛11月20日就要伫咧卡达比赛，因为卡达是穆斯林国家，同性恋无合法，国际就欢乐去看比赛 ，LGBTQ 多元性别球迷会受到压迫。根据人权观察的组织调查。 卡达警方是有黑白多元性别者，佮因苛度的记录。虽然卡达政府是强调讲，袂伫咧比赛期间找多元性别者麻烦，欢迎所有人去因国家看比赛。不过民间团体也是提醒讲，去看世界杯游客是要注意家己的安全，看完比赛就赶紧离开。 提议有卡达代表佮拘留的 LGBT 族群的一张海报。英国 LGBT 社会运动家塔切尔十月下旬一个人伫卡达国家博物馆外口抗议警察佮便衫挂环，向前检查伊的护照佮文件，阻止抗议。不过塔切尔强调，世界杯期间将卡达侵犯人权的行为，予所有人看到真重要。 Qatar is a serial human rights abusing regime. It abuses the human rights of LGBT plus people, women, migrant workers, and liberal Qataris. We must not allow Qatar to secure a PR victory in this World Cup season. 总部伫美国的人权观察表示，采访六位 LGBT 的卡达民众，包括姓名跨性别女性、一名双性恋女性、甲一名男同性恋者，拢表示，2019年到2022年期间被拘留，各方拍甲站在内的身体甲语言虐待。 不过，根据路透报道，一名卡达官员表示，人权观察指控有并较错误信息。
在美国接到政治庇护的卡达东盛软医师纳斯莫罕姆德讲，国际卡总几啊摆表明，无论出身背景、宗教、性别、性取向还是国籍，每一个拢受欢迎。卡达国王也强调欢迎大家来，因为其他文化互尊重，因为对伊来讲，欢迎无等于是 LGBT 求别是安全的保证是假。But you have to respect our culture and tradition. It seems like a ticket out for when something goes bad, because you can just deflect the blame to the victim. 纳斯莫罕默德认为，卡达政府未在比赛期间积极找找甲迫害 LGBT 游客，也毋过有人提醒去卡达世界杯的人，上爱注意的是自身安全，看完比赛就离开。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唔难卡达，所有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女性受到的限制，拢会比其他国家较侪。不过，对时代的改变，开始有一挂国家开始保障女性的权利。波斯湾西环巴林，都查甫篮球队请女性做助理教练。非洲北部的利比亚，嘛开始有愈来愈侪女性开始加入牧神运动。在波斯湾西环国家巴林的首都麦纳麦的一个篮球场，一群男子篮球队的球员正在练习。有一个头长头鬃、站在边仔看球员打球的女性，大家可能会想讲，伊是球员的朋友，还是球队的行政人员？但是其实伊是这个男子篮球队的助理教练。Then defense about good defense。就算伫较开放的欧美国家，由查某人来做教练，指导查甫的篮球队员，嘛是非常罕见的。国较卖讲是伫个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根本都从来唔啊有这种情形。يعني في البداية كان غريب وجود المرأة في الساحة الرياضية خصوصاً كرة السلة مجال كرة السلة بحكم إنها هي كانت محكورة على الرجال فكان هاي يعني من أصعب الأشياء إن أنا كنت أسمع هني يعني بس بعدين إن تعودت إن I just believe in myself.篮球队的主管讲，其实因一开始卖欢呼球员无愿意接受法庭卖指导，但是事实证明，这高强阁大汉的十波球员，大家都非常尊重法庭卖的专业。يعني شيء جميل إن تشوف العنصر النسائي قاعد يكون موجود في الفرق الرجالية ونتمنى نشوف أمثلة أزيد من كوتش فاطمة إن شاء الله في المستقبل.镜头转到非洲北部另外一个阿拉伯国家利比亚。过去的利比亚法律是禁止女性去拍搏击的，一直到差不多十年前才解除禁令。但是，一般民众还是会感觉查某人无应该去学这种运动。为着要打破大家的偏见，利比亚开始有专门训练女性拍搏击的俱乐部，也有愈来愈侪少年查某囡仔来参加。Our society tells girls that it's shameful to do this or that, but on the contrary, when you are athletic, it's good for your health, for your physical strength, and most of all, you'll be able to defend yourself if you're harassed on the street. 沙巴讲，伊非常鼓励甲伊同年纪的查某囡仔，甚至。是更加侪岁的女性来学搏击，增加力量甲自信。别个因为是女性，都感觉家己是弱者。记者感染染变异。今仔日暗时夜空当中是同时出现两大天文景观，分别是红月娘、天狗食月，佮月娘甲天王星杂条咧。这两种天文景观，若是分开讲，毋是真罕见。毋过，若是同时出现，就是奇景啊！一回看无到，得要等到西元四千多年。大大粒阁圆润润，红色月亮挂伫天顶，这是人讲红月，或者是黑月月全食。伫七月尾暗晚五点，月亮出来了后，各地拢会当看到这款的天文景象，而且这届拄好阁拄到月亮砸天王星。太阳、地球和月亮连成一直线，地球的阴影遮住了月球的表面，使得月球表面转为暗红色的天象。这个时候，如果月亮又刚好遮掩住一颗行星，我们称之为月掩星的天象，要能够凑在一起，需要地球、月亮、还有天王星以及遥远的太阳这四个才有办法发生。日头光通过地球大气层折射，投射到月球的表面，会让月球呈现出红色。所以有人甲合作是红月，或者是黑月。研究人员指出，月食、月全食，或者是月娘砸行星，平均一年至两年半都看会到。也若月娘砸天王星，相对是较无机会看到。不过月食、月全食，要同一个时间阁看到月娘砸行星，这个情形就真罕见啊！后一回若要看到月娘砸行星，都要等到四三四四年啊。红月的这个时间哈，是从6:16到。7:42，掩入的时间呢、是7:05，桃园以南或者花莲以南那这些地区大概都可以比较容易看到。
即个月全食为下晡5点开始，就会当做观测。月过程是3:40，伫暗时啊7:05左右，天王星会去予月全食砸日。不过因为天王星伫一般的环境之下，用目睭是较好看会到，所以台北市立天文馆、甲气象局等等的单位，嘛拢有同步推出线顶直播，予民众买单有机会做伙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薇，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